觉得 OPI 跟其他比赛就很不一样，我觉得它最特别，而且对女生来说感觉有另外一种意义，在场上也可以漂漂亮亮的那种力与美的感觉。每次的参赛奖都是指甲油或者是一些保养品之类的，就也都拿得很开心。OPI 的特色就是参加奖，它是唯一我打过比赛参加奖让我在洗发精或者是指甲油之间做选择，指甲还有不一样颜色，我每年都会选不一样的颜色，然后送给不一样的女生。从小到大都一直参加 OPI 的比赛，可以跟朋友一起在场边玩指甲油，也很享受在比赛的过程。前天拿到悠游卡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惊喜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，我觉得它很好看。然后我还拿了一个那个眼镜回家，就是他们准备的眼镜。我那天回去，我整个晚上都戴着眼镜，家人就觉得很好笑，但是我就蛮喜欢的。其实刷这个悠游卡蛮惊喜的，因为以往没有办过这样子的毕业典礼的活动给选手。用这张照片也是去年我跟搭档 OPI 的照片，也是记录我们高中三年我们一直以来这个合作。其实很多选手看到我们这个悠游卡都很羡慕，他们也很期待之后有继续有这个毕业典礼。最难忘的 OPI 回忆就是今年是最后一年打，我忘记包要单打，只剩双打，就有点可惜。幸好还有一张悠游卡。每次参加 OPI 的比赛，我都可以拿到就是很多颜色的指甲油，可以拿回去送给妈妈或者姐姐。大会也会帮我们拍很多很好看的照片。谢谢 OPI 可以办那么好的比赛，让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。